广东的建筑有多奇怪？兄弟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咪发咗定位俾你啦咩？啲定位好像不太准啊。嗱咁样，你搵一栋楼，睇起身好似一堆搭起身嘅胶凳嘅。胶凳？系呀，广东省省凳啊，离谱吧？怎么会有楼像这？还真像啊！不似咧，仲要好似搭得好似掹唔出嚟嗰种。那我待会儿来，我要去海珠交个资料。哦，呢度啊，你去到搵一个 U 盘。你刚说胶凳都算了，我要怎么在茫茫大城市里找一个 U？ 广州 USB 啊！你好似讲紧我个 friend 咁嘅。咁广东嘅楼也太奇怪了吧？奇怪？咁你夜晚唔好去番禺喎。为啥？有带曱甴的。哎，不是，唔去走嗰阵唔好坐飞机喎。又为啥？机场嗰只仲大啊！离谱啊！都未见过似铜钱嗰个，仲离谱啊！我算是开眼界了，你直接告诉我待会哪等吧。你去到呢个定位，跟住搵一栋好似尖嘅楼。像啥？尖，广东省省皮，尖啊！你刚说的那些都算，哪有楼会像被子啊？抬头没？看见了，感觉有点热。有看着像空调的大楼吗？